而建立，是故大会啊啊，自心本质具足的中心真如本性如来藏性，这种细禅是无上，是最上，是最尊贵的细禅，应当开发每一个人的真如自信，而不应当被妄想颠倒所啊所误导，那所影响。应当修学，应当修行，就是应当如是修行，住世如来随入身，也就是佛身，以佛身自在，能随意度一切，故名啊。当远离阴界入心，因缘所作的方便，阴界入是外境心啊，外境心是内心所作，就是所成的所作方便，也就是所成之法。为应当远离由阴界入等外境以及内心因缘合合所成之法，简言之，也就是离缘生之见，生住灭妄想虚妄，也就是也应当远离这些所现的生住灭的妄想分别虚妄的细论。什么叫做细论？不能了生死，不能让我们解脱的，不能让我们得大自在的啊！所以这是诸位这个细论呢。啊，所以外道也是戏论，凡夫所讲的话还是戏论。你注意看看，两个人泡茶泡了三个小时时间呢，泡也是泡了一整个晚上，就你认为他可以讲几句营养的话吗？对你的解脱有帮助吗？对你的自在有帮助吗？对，没有帮助。阿娘算是看啥可能看无边，答案就是这样子。讲那些戏论，对生死对解脱都没有任何的帮助，你讲那些做什么呢？啊，所以啊，人呢、啊、一般的不学佛的浪费在啊啊这种无聊的戏论里面呢、啊、比修行的时间长得长，所以啊会招来一些越来一些祸患，全体为离境啊，实际为离心。反过来214，唯心之境呢，为以唯心观，一路之躯不设于土，无始息未过，妄想习气因，为一切外境皆由无始以来，二障息未之过，而内心之身住灭相，则由第八识中的啊妄想习气为因而成。在这句话重要的重点在哪里呢？你千万不要把妄想，不要把不好的习惯变成一种习气，这样你会很麻烦。所以你必须要 入自然之事啊，久而不修不闻其香，就是一定要亲近大善知识，亲近善友，或者亲近善道场。第二什么，这习气就有一个依归。来到这里啊，都有善知识，都有善的亲友啊，善的这个善友啊，那么善的道场，通通是善的，把它变成一种习气啊，所以那个生活还是要稍微改变一下，改变一下。如果你活得很痛苦啊，那么。那想要想的思想到的东西啊太短促，那么不如啊你发心啊，来为啊佛法僧的三宝常住啊多发心。接下来214，是三有思维无所有，三有是境，思维是心，无所有是空，对，如是则当心境二空，佛地无生呢，因为正得到我空啊，还有法空啊，其无生灭啊，无生无灭是佛地。到自觉圣去，正到了自觉圣至所趋之地，其实趋向啊，自心自在啊，自心为如来藏，自性清净心呢，自在因已经证入如来藏性了，所以三祸俱尽，三祸就是戒失祸了，尘沙祸，还有根本无明祸了。就是见识成伤还有无名啊，是过去去呢，二十永断呢，就是分断生死还有变异生死呢，故得自在无碍。到无开发行，无开发就是无共用，道就达正的意思，随正正色摩尼，摩尼就是如意宝珠啊，
能随物现色，以此一比喻，诸佛菩萨心无所住，而能随缘感应四现。随入众生微细之心，心为心行，众生之心行，其意愿与无量之差别，而唯有正如来智者能了知其微细难察者，所以要观察啊，众生的根器还不是很容易的。你说法要难的准确，看对方的根器，同时必一定要掌握时节的因缘。直接一点，那如果这个人卡住了某一种自见，或者是以前呢受到某一种啊某一个法师的影响很大，那就见面的时候谈这个我们的这个真如自信啊法啊，那听不进去的。你有掌握了时节因缘呢，那么都是闲言语，说法就是多余的，浪费时间了。随心量度，为随众生心量之大小，根基之深浅，而为说无量度门以度化之，而有自细谈善，自细谈为自心，自心本具之细谈，此自心细谈乃为最上善之法，故赞曰善。以观大会，是故应得诸佛如来随意自在。入一切之法性深者，当远离五阴十八界摄入以及心因缘和所成之外法，并当远离依障事所现的身住灭相而妄想分别虚伪之心，而以唯心观一路之境，那不设他图，观察一切外境之身，但由无始事来，二障虚伪之过，且观内心所现的妄相，系以第八世中之妄想习气为因而起的。如是则达三有之见，以思维之心皆空无所有，而达以心境二空，顿气伏地，一切极静无生无灭之境界，到达如来自证之自觉圣气境界，得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于是三惑二识永断自在如来，到无物开发功用之行，便能如随众外色而现象之摩尼宝珠，以此随顺如性而入于众生如系难知之心弦，而以化身随彼心量根基之大小，生前开始无量度门以度化之，令彼众生依菩萨诸地建设，境界成熟，相续建立，成就诸法，是故大会自心自性本具之细谈法，乃为最上善之法，汝等应当修习修学啊，修学。这句话重点在告诉你明本心见本心它的重要性，这一段全部的告诉你，法来自内心深处，真理来自于心性，那么就是自信所流露出来的摩诃般若涅槃妙性，是每一个人具体存在的。所以在禅宗里面讲啊，修想从善知识这里得到你内心里面的自信本质技术的涅槃妙性，要自悟要自度，就是要自己站起来的意思啊。所以修想从善知识这边得到自信自悟本质技术的涅槃妙性，那是痴心，那是妄想，你得不到的。我讲的法是深刻的意境，不是你的。那么你本身要能够也听佛的或者听祖师的我自信自度自悟。所以说迷时失度悟时自度，这一句就一针见血了。迷的时候迎师傅来度，悟的时候怎么样自度，自度就是自信来度你自己。接下来216页全论
钝，人前一惊，岂不是顿悟法门？不有此地的吗？为何此处佛所说又有此地之修行？答：法本无此地，由人之根气有力有钝，所以修行有持速顿渐。有的人修行很快啊，生生世世如果善根成熟了，那就很快啊，成这个舍利弗，对不对？人家一听到一个句诵，人家就七天就证阿罗汉果了，你看这个速度有多快？哎，我们来讲到七年的鲁田公安庄，哎，鲁田的鲁田的公安庄啊，如果说证阿罗汉果的成举手，没有一个人敢举手的。哎，此处佛所说的并非只是见修，而是顿渐兼摄。其实顿与渐只是快与慢而已，而其中所发生的境界一样都是要经历的，只是到达已经过每一境界所需的时间以及停留的久暂之差别而有顿渐之分。例如在台湾搭火车从台北到高雄，搭慢车与搭直达快车速度上大不相同，所需的时间也不一样。哎，但是慢车所经过的每一站，快车都一样要经过。有一次呢，我这个姐夫呢，在这个农田呢来当警察，当警察以后呢，那以年轻人呢。就接受了妈妈的提议，我跟我妈妈去，我妈就说：“我们呢，坐那个比较便宜的慢车到台北。”说：“好啊，那时候年轻啊，好，就开始坐了。”真的，真的成本会计花的呢，这几顾客说。他们坐几乎中间，怎么这么久？坐到实在是没办法，太久了啊！然后啊，然后十万就问说：“哎，这怎么到这啊？这一阵仗，我刚才掉了。”哇，这家伙是何才中？我们关心后啊，顾客说啊，哎，阿妹啊，哎，说起来。都过一村一只上，过过一只叫做观光号。哦，你好过来了，姐一只。啊，所以俗卖观光号，台北新的公姐一只观光号。我一出货连只观光号啊，你想较紧啊？我讲吼，你较贵啊。为农田啊，我早上一直说，到台北。阿伯说我说那个人是人家你敢去的我不到哇这九个钟头太久了啊太久了，所以这个慢车所经过的每一站快车也一样要经过，只是它很快就经过了，而且不停留，所以很快就到达目的地了啊。这个公共号的很多站都没得停啊，快车比喻就顿根呢啊，慢车就比见根了，同样的车站呢，路线比也修行的三贤十圣呢，五十二机位了，顿渐都要经过，这个就是我所说的消息成就之一。啊，诸位啊，法不能断灭的哦，断灭是外道，法一定要相续的，并非从性位凭空就可以到八地，那样就不相续了，不相续就变成外道的断灭见了，那就落到外道的窠臼。啊，窠臼啊，就是陷阱啊。窠臼的意思啊，就是啊，你因为沿袭的旧制啊，也没有什么别出心裁啊。简单讲啊，和沿袭的旧制并无别出心裁，叫做窠臼。中去了，那是佛所最要戒指的。所以佛在开始修行方法之前呢，先破斥邪见，免得断灭，就是这个道理。在举例以言之，有些很特殊的学生，他们可以跳起来，从一年级跳到三年级，或者从一年级跳到五年级，就是资优生，特别的资优生，乃至十岁左右就上大学。美国有一个
十二岁哦，十二岁上大学的医学院，十二岁哦上医学院，哎，甚至研究所也有不少。的一期，这并不是说他们所跳过的级次，他们都不用修，或者是没修过，而是那些他们都已经会了，所以才能跳级。如果不让他们跳级，不但浪费他们的时间，他们没睡觉，因为都会了吗？太简单了吗？还会造成问题。相同的，顿顿之人由性味或者三弦味一物而到地上的境界。地就是指出地了啊，到实地了，并非那中间见跟人所断的惑所证之真，他们都不必修了，而是在他们那一物之间心开悟觉，便顿断顿证。诸位，那记得顿其实是由见而来的，就是那个时节一年上根成熟刚好具足而说顿，而不是说来。诸位，没有天生的世家啊，没有天生的世界，也没有自然的泥土，这经典的注解就写得很清楚了啊。那个顿断顿悟是刚好那个时节一年啊。比如说啊，在座诸位啊，我们今天的根基都不一样，有的人啊，就来了一两次，他就恍然大悟，就说哎，这个就是我要的。啊，我找了十几年，就发这个就是我要的，他顿断顿证。那么你说这个人根气很厉，我们说这个根气很厉，但这个根气很厉，就是从近期来看，他已经修习佛道相当长的时间。从物量界来讲，他生生世世就是善根深厚，那善根深厚，菩提根也深厚。有的人他没有，他一根都没有啊，上。菩提根没有，上根没有，连吃菜的菜根也没有，只有萝卜根，从几个菜条一生的根嘛，不，我记得菩提根也没有，上根也没有，菜根叫他吃素他也不要，也没，所以这个就是什么根嘛，不，纯菜草，要快点，所以只是修的所需的时间长短不一样，其经历之境界以及到达以后的境界能力也是一样的。譬如见根人与顿根人到达八地所需的时间数不同，然而到达以后，八地菩萨所具的能力，所以已经断了几分惑，所证的几分真，这都一样，并无差别。所以有些希望之人，以为自己一悟而至如来地，佛地就是如来地，那就问问他佛地所具备的能力啊，实力啊，十八部供法啊，有办法吗？啊，三十二相啊，啊，八十种好啊，啊，佛地所需具备的能力所断的话，就证的真，他有没有？如果没有，那就是唬人的喽。啊，如果他有，就许他就是一悟到了佛地了。因此不能说只有理呀、啊。啊，因此啊，一般凡夫来讲，只是说理通啊，啊，要到四相，像佛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大神通妙用、十八不共法、实力，哇，那这个没有一个人有办法的。若没有，便是但有言说，都无实力了，这是必须知道的。啊，这是修习佛道不能唬人，尤其是在这末法时期啊，没有真修实证了、啊。啊，很容易就用这种希望言说而渐贤渐圣，渐就是越过啊，这个念渐渐贤渐圣的越过，这是非常危险的过咎。哎，这句话讲得好，所以师父呢感慨地说，末法时期啊，就是用台语那一句话，就是向外呼勇，台语那一句话就是今晚是在家世的人在家，但是问问不敢问，我们怕违背因果，那么是爱按部就班，对不对？来啊，现在只是恶被动就得了，稍微有一点点心情，哇，就到处吹嘘，把自己讲到啊，古佛再来的了，没有一个比他厉害的了，一直吹嘘，他的徒弟也推波助澜，他的学生也推波助澜，好像你一定要承认他是一个圣人一样的，
这个就是啊，尤其是在这个末法的时期，没有真传实写，没有真修实证呢，很容易就落入了这种虚妄言说。虚妄言说就是把它化作文字了，哎，文字写得很棒，很棒，好像佛的境界啊。自己赞叹自己说啊，最贤就是我已经超过一切贤了，我已经超过一切圣人了，就是非常危险的过咎，在他的心中看起来全台湾人通通否定，要所有的人都认同他，肯定他，这个就是非常危险，这个就是这个人最大的问题，不承认他就跟人家吵架，行者须知分辨呢，这个因为莫可奈何啊，这个就看你的福报了，就看你的福报啊！啊，有福报的人不会掉进去这样的陷阱啊，没有福报的人他就掉进去这样的陷阱，这样可怕了啊！窠臼里面，总而言之，顿悟是有的，一路顿超是有的，一路机智佛地也是有的，只是其所超过的那些接触，其中所修的、所断的惑、所证的真。他在一念间便都具足了，这才叫做真的顿悟，否则便不是，不是再简单的复述一次顿一件，只是时间上的不同，翻过来218其所必须经历的阶段境界是完全一样的，所以佛在此所开示的法，非顿非见，可顿可见，就看你是什么样登基的人。所以我还是特别交代，我还是再三的劝大家，谦虚一点好，谦卑一点好，一定要柔软心，柔软的腰，柔软语，柔软身，也记得师父这句话，师父是要受用的，而不是在搞荣耀的，受用就是说我这辈子听了师父的法，我决定柔软心，哎，这个就是菩萨心，柔软心就是谦卑的心呢、啊，啊，柔软腰，做人非常有礼貌，对不对？啊，肯低头的人永远不会撞到矮墙嘛，是不是？啊，肯低头腰比较柔软的人就比较少逆境嘛，因为他这么谦虚，这么向人家低头，就柔软心、柔软腰、柔软语，就讲话，柔软语就是菩萨语啊，讲话不伤人。坚持佛的慈悲，这个人很恶劣，我们也讲话也不要去伤害他，看看能不能有一个转机。这一天到晚来跟讲坛过意不去，那么是不是我们可以把他转化变成讲坛的护法？对不对？哎，这个人一开始来对讲堂啊，就这样凶巴巴的，或者是很没有礼貌的一天到晚呢，给我们捣蛋呢、我们就用嗔恨心对着看。那么就失去了度他的因缘，所以我们还是秉持柔软语，就是讲话还是要用佛菩萨的语来对待他，不要去伤害他，啊，看看有没有转，有没有能力去转变他，因为顺逆恶境皆菩提嘛，因为你既然有佛的心，顺境逆境就是我们的菩提心性所显露出来的嘛。这才就是大修行。如果你在顺境修行，你才得五十分，你的生命观、你的修行，你就得五十分。那逆境你也可以修行，你这个修行人就是一百分。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啊，再大的逆境我一样忍受，那么你又得到五十分，这个就是圆满的修行人。圆满的修行人经得起顺境的战战，也经得起逆境的挑战挑衅，哎，那么这个人生观就变成一百分 perfect life， 啊，很圆满的，非常圆满的啊！来，这个人一定要啊来赞叹我，我来跟他做朋友，那你只得五十，你只五十分嘛，对不对？哎，这个一天到晚跟我过不去，我一样包容他，哎，你得一百分，我告诉你，考试考五十分，跟考试考一百分呢、啊。给老师的印象就完全不一样了，诸位啊，你今天呢，你的嗔恨心重啊，认为别人对你好就是我的朋友，不一定的，不一定的，有时候啊，
对你不好，越不好的人反而是你的越啊越好的善知识。所以就看你是什么样根气的人，哎，如果你是欠根的人，你去做，你就会做得很慢，啊，那就是欠。你如果你是钝根的人，你去做就会做得很快，啊，那就是钝，如是而已，如是而已，啊，因此这就是为了，所以在这里啊，老生常谈的劝大家一句话：把你这一辈子要上半辈子，不管你现在几岁了，所有的是非恩怨，记得赶快放到太平洋让它流走。放到兜里通的，或者是家庭有不愉快，夫妻啊跟你的儿女有不愉快的，通通放到兜里。因为我们常讲极乐世界是我们的故乡，要回极乐世界故乡的人，嗔恨心是去不了的，只有菩提心，只有大菩提心，大慈悲心可以去到极乐世界的。那个大嗔恨心，你有没有听说过大嗔恨心去极乐世界的？没有的。就是你现在有如是因，那么极乐世界就等着我们。所以师父以前讲过一句话，让大家很受用的，输了这个娑婆世界，但是你却赢了极乐世界，啊，你不要跟我输啊，我他们赢呢，对不对？我在这个啊，在这个娑婆世界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路用，没有什么作用，对不对？看起来我是软弱的人，什么都吃亏，百般的无奈，没关系，你在娑婆世界输了没有关系。你修忍辱，修慈悲，修菩提，你赢了极乐世界。啊，你这个不是一个，你不出来就会赢。我懂得忘了怎么输，所以退让、包容就怎么赢。谦卑的人还是路比较走得长远的人，因此我们要修饰语言，要修饰一下。接下来，因此佛在此开示的妙法，实在是顿见必修的不二法门。各位法门啊，因此佛陀这次开示的妙法，这实在是顿见必修的不二法门。因此，这个能修行听到现在哦，我们呢完成了第一套。这是就你现在听能修行，只要你听得觉得法喜的，这个都不是普通根器的，这个都是再来人的，哎，不是再来轮回的人的。哎，所以有很多人呢、啊、在赞叹啊，说摩摩法师啊是再来人。我说这个要讲清楚，这个再来人含义很深的，是再来示现的人，还是再来啊轮回的人？要讲清楚啊，还是再来烦恼的人，对不对？要讲清楚啊。那你讲，是不是他是再来人？我也是再来人啊。啊！你们哪一个不是再来人？你们当然也是再来，再来轮回的人，那当然是再来人了。这个讲得很清楚，是不是？但是这句话不能随便乱讲的。你知道他是，你知道他是再来人。我请问你，你的境界就是比他高，对不对？比谁说？对不对？你知道他是再来人，难道你的境界不比他高？你怎么知道他是再来人呢？你这个不可以乱讲的，瞎掰的。佛法可不是这样，你知道他啊，为了站在某一个人，一直说他是再来人，嗯，那干嘛再来人呢、啊？不就是真的人呢？难道我不是人吗、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傻的东西哦，不可以啊，一起去偏差或者是讲错，讲话还是含蓄一点的啊，讲话还是含蓄一点的。甚至诸位啊，如果说你今天你要听人学经，你觉得你很非常发喜。你这素是善根，有菩提，你真的有菩提根，有善根，又有菜根，不简单嘞，不简单嘞啊！这客家话我们在做的美容的时候，客家话唱着不简单嘞。你就这个人也很不简单呐、啊！我去客家庄写了几句客家话，不简单嘞，哎，这是不简单的意思了哈。好了，那么我们呢？第一套完成了，这个不能再讲下去了。明天呢，我们再上一天的课。明天呢，啊，再上一就是第二套的开始。我们能学经呢，总共预计了哈，就大概六套啊。那么六套，我们现在是第一套，那第一套特别长。那么接下来呢，啊，第二套呢？也是大概200页左右了，200页左右了，这第一套就比较长一点，
啊，听得也很过瘾，也很受用，啊，也很受用。那么就是所以讲到这个课程呢，也适合老参的。但是如果是初期佛法的人呢，来听一听，听一听啊，也会受用的，也会受用的啊、哦。那么我们明天呢，今天呢就上到啊四点了，现在4:02了哈。等一下我们回向完了，今天就让大家早一点回去啊，早一点休息啊。那明天还继续上课。啊，明天继续上课，明天呢一定要来啊，然后再来下次，明天上完课，接下来就是12月29、12月30两天的课。那因为我们碰到了佛七，请大家回去告诉大家啊，我们今年的佛七有点不一样啊，就是敖师建议的啊，敖师建议的就是7楼还有3楼。啊，为什么不要在6楼呢？啊，就是修波一条路啊，修波的一个管定念，阿弥陀阿弥，上面念的阿弥陀，6楼念阿，上面念阿弥陀阿弥陀，结果变成两种节拍，所以法师这样建议是真的很不错的啊，因为6楼跟7楼念的速度不一样，速度不一样啊。那所以在这个讲堂上打佛七啊，是不是就比较没办法？因为有的年岁很大了，啊，年岁很大了，他要来随喜已经很不容易了，种善根啊，啊，有的人来念佛的时候啊，所以这法师就要稍微注意一下，一点力言，也念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哎，都要回来关节拍啊，他也不管你的节拍，阿弥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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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后来一天下来了，后面啊都已经没有声音了，最后他只念一个字啊，后面人家呢阿弥陀阿弥陀，因为晚上没声音，他就念阿弥陀阿弥陀，这边还有我的声音啊，你看老两几个月看他鬼魂呢，阿弥陀个 CD 人家老两几个月呢，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老两边的头娘啊，第二个没声啊，你没没声啊，啊，所以说哦，我们打佛七，我们刚开个庙，我们当这次拜了，我们都而且第一步就是就没有声音的，没有声音的啊啊，我们下来一脚先走，还骑着公车，我们东北是啊，那我们当刚都开庙呀，去刚把马拉凉，马拉凉。还有就是维持一下次第，我们在木屋就要求非常的严格，因为木屋区啊，那个是山区啊，那山区你没有地方可以让你有攀岩的地方，去就冲着一直冲着，等一下呢，你讲那边的木屋的严格，在这比这里10倍的，超过10倍的，为什么那边去的都不管你的，就是要给我遵守。在这里没办法，有的精进的精进应该报才20-30个，对不对？有的30个嘛哈，啊，精进的才30个，啊，不，龙精进的啊，就上怎么样？上怎么两千缸子？哦，你看多就错，这输啊错，只能就是上怎么两千缸子？你这里有没有动一点？对吧？一定后面有人水洗啊，啊，有水洗啊，水洗来一个良莠不齐，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所以维持自信是很重要的啊，老师维持自信是很重要的啊。好了，不耽搁大家的时间，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消灾在座诸位法师，消灾在座诸位护法居士大德，回向本讲堂消灾点灯及亡灵牌位八度者，回向南头仰德禅师那古塔一切亡灵，回向华莲佛行士那古塔一切亡灵，一起念：上报四重恩，下济三苦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愿生西方净土中，上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对菩萨为伴侣。下课。
我新地点和丁香庄信息清明资料百花会，花会地点和丁香庄信息商业地点，花会日期固定三月二十到四月初几，三进日期固定三月二三暗时六点，请车提早报名，以便入手治安。这个花会报名表搜索客服电话，当然不搞电话等，空有233635。行动藏经阁，弘法新利器。您可以上 YouTube 输入十方法就会是，就可以同步收看本台精彩节目。另外，我们提供网络弘法平台，只要扫描十方法就会是画面下方 QR code 就可以连接点选。欢迎金山长老法师加入弘法平台，让您智慧法语随便随播，轻松上手，文化不漏。学习知识在场，传扬本事学习。十方法界客服专线07-23-1825，07-23-1825。讲的是这个我们西藏由这个虽然是佛教的一个国度，但是呢由四大教派，四大教派是一般通俗的说法是噶举翁嘛沙迦格罗，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汉族教的时候呢，这个讲白教、红教、黄教、花教四大教派。那四大教派当中，今天我要讲的是佛子行37颂。37颂法师这个著作是我们的花教的，我们的沙迦的一个大德，叫做吞密大师。他一生致力于文思修，特别是在修持菩提道，然后呢非常有成就。然后呢在这个菩提道的这个著作上面，他有很多的心得，上面有很多的这个著作。那这个佛子行37颂也是他的这样的一个为后代子孙，或者是后代的这个众生后学者留下了修行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有次第的这样的一个法门。所以呢不管是任何一个教派都非常非常极力的在推崇跟修行。所以呢他们在1295年到1369年之间，所以呢他出生在我们的这个沙迦这个附近。那这个14岁的时候呢受沙弥戒，15岁到我们的这个学习我们的这个经论。然后呢三藏我们的这个三藏的经论，就是经律